哦，帮我看有没有路。有啊。好。好像是很乱，好像是很乱，但是没有很陡，很乱。要哦，你要先是不是？好啊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是东莞，我们东莞那个不是东莞，东莞啊，东莞，我们两个在那边玩跳跳兔已经有练习了，是吗？差不多啊。真的是三点线吗？对，真的是鼓吗？它是叫 naming 啊。我说真的有鼓，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凹。你说没有左右翘起来保护你？左右就是上面没错，但是没有很高的感觉。谁先下？你要先下你就先下。你嘞？OK 啊。自己哪里烂啊？我知道哪里烂啊，就是烂啊。真的有一点点抓不you
你敢直板往下滑吗？你敢直板往下滑吗，默默？你敢直板往下吗？啊？然后你敢直板往下一点点，以后再转弯吗？那个就是一次下比较多的方法。那你不想下比较多？对啊。哦，好。怎么这里看不到路？再看一下。这里比较陡哎，默默。感觉，你看我都看不到你了。啊？这有一点点 across A 的感觉。上面有人，thank you.
还好吗？还好啊，休息了。好、啊。休息了。什么休息了？啊？什么休息？说还好，我有休息了。哦，好，那继续吗？我想要不要离人家太近、欸、他们要冲到哪里去啊？我们的路到底是往前不是吗？他们只是上去了，哼，那我们下去了。
啊，哦，我看有啊。